样的班话来肯定各位校长在学校的努力，同时呢更确认政策的方向，啊，也希望所有的学校大家都能够共襄共享盛举，再接再厉，啊，把这个事情呢就越做越好。这个奥斯卡的颁奖典礼刚过，大家应该知道最佳男主角是谁，应该知道啊，有注意到，我看很多的点头哈，你要不要说说哪一部电影得奖，应该大家知道。神鬼猎人，但是他颁奖典礼上面，他讲的什么话，大家知道吗？哦，看点头的就比较少了。他谈的跟我们今天的关系，他认为气候变迁啊，气候变迁，那这个事情已经刻不容缓了。啊，他希望全球的那个领袖啊，应该要一起来做这个事情。啊，所以即便是一个电影明星啊，他也注意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啊。那当然了，我们每一个学校啊，都是在我们台南市，我们更是应该要加油啊。也因为这样子啊，我特别利用这个机会啊，感谢这个104年啊，包括火山国小、太康国小，还有武义国小、南化国小、尔南国小、归仁国小、龙溪国小、南化国中、嘉许女中及光华高中等十个学校，获选将环保署成员和环保署共同推动的台美生态学校联盟，将学校在低碳生态校园的努力成果分享到国际环保平台，与外国学校进行交流。这样的成绩不仅是第一啊，也是全国第一啊，这就是我们长期累积下来的效果。这个也是回应不要那么多的这个呼吁的啊，这是我们台南市是非常注意的事情。那另外呢，我也恭喜也感谢的啊，包括刚刚社区长有多少人知道啊，包括吉备国小、吉备船国小，还有宅港国小、永安国小、武义国小、义诊国小、内在国小、新家国小、新泰国小跟新桥国小等9所104年通过5项认证，成为本市新科低碳生态校园，这非常不容易的啊！那个5颗星都来到啊，这个也没有办法一蹴而就啊，一定是一项一项这样子来累积啊，累积。那我们希望啊，其他的学校能够啊，逐项来加强，彼此校友之间可以关怀啊，可以互相学习。那最后呢，我感谢教育局陈局长啊，率领的教育局团队对这项政策推动的落实啊，不遗余力。那我们希望啊，我们学校是刚好有双重作用的。我刚才教育局长也提到，一方面我们学校也是一个单位啊，我们本身在落实这个低碳。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是一个教育的单位，我们的教育孩子啊，可以说很有效果。那这部分呢，我们是一定要在走在社会的前面啊，让社会来跟我们学习啊。那我们就出整个活动，出一个整个未来台南市低碳减碳这个目标啊，也能够啊越走越近啊，能够继续去达成。好，谢谢大家，谢谢。提出申请，那我们从申请的资料里面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学校是真正的用心落实在教育的这个推广方面啊，所以计划的内容都非常的精彩有料，也因此通过认证的比例呢都高达90%啊，这显现出学校呢在推动上面的用心。其实呢，我记得去年我第一次参加这个认证的颁奖的时候呢，我也跟各位校长们提醒过，就是我们从学校做起，其实这是一个最基础的工作啊。也就是说，我们让每一个孩子，他其实从小就有这个节能减碳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啊。那我们从学校教育里面教导他，甚至呢，我们在课程教学里面结合我们这些理念跟精神，让学生可以真正的扎根，然后呢，甚而他回家能够把这样的观念带回他的家庭里面。
面哈、啊，跟他的家庭来做分享，这样才能够充分的去落实到我们所谓的低碳大台南哈、啊、这样的一个愿景跟目标哈、啊。那今年呢是第三年哈、啊，我们总共通过五项认证的学校呢，累计起来总共有11所的学校哈、啊。那今年呢获得五项认证的是我们一载国小哈、啊。那其实我自己呢到校园里面去看，我就会发现说学校呢真的是充分的运用自己本身的条件啊设备，甚至呢是师资，更有的学校是结合社区的这个能量，因为我知道有部分的学校呢也跟我们的这个社区大学做这个结合啊，能够把这样的理念呢充分来运用。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认证的机制哈、啊、鼓励更多的学校共同来参与哈、啊、因为我们目前呢我们271所学校里面呢有137所学校已经提出这个认证的申请哈、啊、那我们希望说可以全面的来推动，让更多的学校呢来参与哈、啊、那去年呢我们有一些国小甚至高中学校呢也有参与这个台美生态联盟哈、啊、跟国际呢做合作的这个方案，互相交流彼此之间哈、啊、在这个低碳的教育方面的这些活动内涵。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更扩大的参与，让更多的学校共同来加入也把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呢具有国际化，然后呢也把我们的做法跟理念呢跟其他国家呢一起来做分享哈、啊。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的校长们、老师们，因为有你们的努力跟用心，所以呢让我们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政策呢可以持续的来推动。那我们也期待说各位呢可以把你们好的做法跟其他学校共同来分享，我们一起再接再厉，我相信我们会做得更好。谢谢。